送给你。谢谢。喜欢吗？喜欢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会让你更喜欢。啊。准备好了吗？哦。真的吗？嗯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以后我经常带你玩。好啊。不过你说这个东西它一直这么转圈圈，要是摔下来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你摔下来的话，我会抱住你的。那不行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想保护你啊，所以不能让你受伤。明天就要搬家了，回来了。嗯，这段时间谢谢你的照顾。那，这个是我亲手给你挑的礼物，送给你。给我的？打开看看吧，可爱吧？这是？它是会跳舞的。希望以后我不在的日子里，它能够代替我。陪伴你。好，那你住的地方安排好了？叶人说可以先住他那里。你一个女孩子住他那儿不方便吧？但是我想跟他住一起嘛。刚开始就这样，你要不要矜持一点？嗯，我先帮你找个酒店。好吧，也对。我做好了饭，先吃饭吧。嗯。